好啦，我们华佗要去，对，要去开光。那我们出门啦。来，我们要开光的华佗。我弟弟就是这样。我弟弟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变成弟弟是司机，哥哥在后面。OK， 我们到地母庙了。哎，虎哥刚睡得很舒服，在补眠。对啊，好啦，晚上还要加班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把华佗请上去。OK， 我们蛮多粉丝都到了，今天粉丝大概有20位左右。哎，有人4点就来，超猛的。因为你那个皱皱的衣服还是很流行的哈。你不是说你要用那个什么？它是防皱纸。啊，有用吗？我还没开箱。哈哈哈哈哈。因为我上次有用，然后我还没有把那衣服烘干的拿出来。流行吗？很流行啊，你看每个人都没有，你看每个人都没有，有一段路要爬，所以我们要需要走一段路，需要走一大段路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跳上去。今天是星期五晚上，有没有听到大家的喘息声呢？我听到那么多。哎，我们还有6座山要爬呢。我们是啊，闭嘴，还没有3分钟，还没3分钟就喘。哈，好，我们到了。什么意思？原来没有啦。完了，很像，很像。好了，那胡哥要请假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呢？气氛很安静，对，那虎哥在起驾中，应该等一下是播报一下，那我们等一下会先让我们现场的人拜拜，晚一点才会去做开光华佗的仪式，赶快哦，要不要那个华佗的四处行医的表单，好不好？赶快去报名，身体欠安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对，好不好？